电影《超级快递》高登李维展现超高骑车技术，还有在《全面启动》里和里奥纳多同台飙演技，《黑暗骑士》也能看得到他。这个好莱坞大帅哥最近在脸书 po 文，向网友征求台湾美照。他说：“嗨，台湾的朋友们，我正在寻找台湾的照片。我在网站上推出一个新项目，检视你的相机胶卷，找到一张全国任何地方拍摄的很酷照片。”高登李维还上传一张2016年台湾灯会的照片。当年灯会在桃园举办，壮观的中式灯笼被高登李维再度PO上来，得到热烈回响。除了吸引大批台湾网友贴出美景照，也意外调出不少政治人物来留言。郑文灿贴出石门水库照片，潘孟安PO上美丽海景，更留言说没有来过屏东等于没来过台湾，还有侯友宜PO上新北大都会公园照，另外卢秀燕则是端出高美湿地为台中宣传。我们台中的高美湿地还美胜过德国的天鹅堡，那你就知道多美了哈。除了政治人物蹭热度，不少社群小编也把握机会，把平台当成最好的免费广告，号称台湾 local 精品包，嘎吉亚也要介绍给高登李维。茄子袋其实是台湾农村原始的印象，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茄子袋，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台湾不同的美好。高登李维和家人2004年创立自己的网站，它是一个数位创作和艺术平台，有短片、有表演和艺术以及动画。好莱坞大明星这一回公开征求以台湾为主题的美照，不仅提高台湾能见度，也让人看到大家爱台湾的心，不分你我，用力推销自己的家园。记者许玉文、栾志怡台中报道。